张这个上颚，这个也不要动，实际上是动脖子啊，是这样，不是动下，要学会这个。吸气的时候要想办法从软腭的后边吸下去，经过滤清器。你们歌星唱歌，直接从这里口腔里吸进去，冲击咽壁。我们是，而且无声无息，吸气又没有声音。你看你这录了几句，声音太大气，你没有意识到。等我当评审的时候，你绝对过不了关。你一张嘴，你下去了。吸气不能有声音，唱就不能偷青筋。啊，这是两件事，外边这个筋静脉不能出来啊。张嘴是这样，嘴要开到什么三指，里边要放一个鸭蛋，口腔没开开不行啊。舔盘子，卷上去，揉馒团，揉那个面团，揉馒头，下来，舌尖朝下，从这边到这边，舌头伸出来，嘴唇咬一下，嚼一下。有口水可以去咽下去，然后狗喘气，整个腰的周围跳动，拍篮球的感觉。小腹也不鼓也不吸，保持，主要是在后边，往下走，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像大气一样，柱塞往下走，气就打到轮胎里去了。总之的观念就是气向下，声音才出来。你们现在气和声音是一个方向，拉弓射箭一定是反方向，你不能同一个方向，一定是反方向，一定是反方向，对不对？那么现在这样。气向下走的时候，声音就往上走。啊啊啊啊啊啊啊！首先吧，声音的路线、管道，吸气就是打哈欠，闻香水、闻鲜花，伸懒腰，从头顶的囟门、百会的穴道从这儿吸，这是后鼻窦，就在这里张着，开了洞就在后边，就是这种概念。一说吸气，不要鼓这里，不要鼓两边。一说吸气就存到臀部，存到瓦斯桶，汽油箱。吸进来了，问题吸进来了。唱每一首歌每一句，啊！你们错在哪里？我唱完还是这样，横膈膜还在下面。你们是啊，帮着推，知道吗？这就是反方向。你们一定是往上推了啊，一定是一直唱完，横膈膜在下，唱完最后一个乐句回来再吸，一直唱完。你们是帮着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我们是一直拉着，这叫吸着唱。全世界现在最高境界就叫吸着唱，你们是推着唱、挤着唱，你们是推荐，我们是拉荐，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拉着，瞄准目标再射箭，知道？这个很重要。打哈欠。啊，唱歌就是叹气，就是，叹气。你们就不是叹气，你们就不是叹着唱。叹气就是吸着唱，中低音就是叹着气，啊。歌唱的术语是什么？记清楚，
大声的说话。你们歌星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小声的呢喃，这样没有音域，没有音色，没有音量，没有音质；要么就是大声的嘶鸣，就不是大声的说话，是大声的嘶喊，这都错了。歌唱的术语，所谓歌唱就是大声的说话，把声音加一点，这就够了。你们是离开了这个宗旨。到高音的时候就是打喷嚏和打哈欠对着，这就是高音。低音是，高音是，就不行了吧？就是这样啊，记清楚。高音的时候就是，也有人说吃惊的样子，哎，怎么碰我啊？吃惊的样子，就是突然的一声，就是打喷嚏，记清楚了啊。沉到腰的周围，然后嘶，这个嘶记清楚。再次说大家，嘶，你们是嘶，一定是推了，能不能不推？嘶，即便是把肺里边的气都走完了，横膈膜，我说这个地方是横膈膜和肋间肌都是开着的，肺可以瘪了，但是我们的状态感觉是不能瘪的，记清楚了吗？所以任何一个声乐老师都会说保持，要保持住，保持什么？就是保持着拉弓的这个吸着唱的横膈膜是下跃，横膈膜是什么呀？倒扣的脸盆。我们现在一吸气要变成这样的脸盆，下来了，变成下弯跃。平常横膈膜是这样，睡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只有唱歌的时候它会。这样子的话也，即便是左边两个肺叶、右边三个肺叶都瘪了，气泡都瘪了，我的横膈膜还这样。现在吸气，先回位再吸，记清楚我这个动作。没有一个声乐家是这样教的，因为我体位的够久，唱的够久。很多人会唱的不会说，会说的又不会唱，啊，我又能说又能唱，又能教，这是很难得的。你从杭州来不是到名传学什么传播了，就是来跟我学声乐，偶然就是必然，听得懂吗？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是不是的？你在大陆也找不到我，躲这儿了，你怎么能找着我？我如果没有台湾的十年寒窗，我永远是在戴玉强的后边，我不可能比戴玉强唱得好。那我现在正给他挑战，是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含辛茹苦，就像没有释迦牟尼佛啊在菩提树下，没有达摩在石洞对着墙壁那八年五年的这样的磨练，不可能有一个佛有一个道出师，听得懂吗？我在台湾这边谁撒到这儿没人管我死活，我自谋生路，就把我所有的骄傲什么都没有了，就撒到这里重新繁殖，重新生息繁衍，听得懂吗？啊，你也一样。所以我们俩的，你还好有个大学收留你，我们没有，撒到这儿给发个假，发个驾照，发个绿卡就不管了。好在啥？我就比你很多个绿卡，可能是，是吧？可是十年了，如果没有这十年的磨练，十年磨一剑，十年寒窗，已经到了最高阶段了。我在专业团体待了30多年了，专业的艺术团体，跑到这里和这些业余朋友打交道，重新修炼，那一套用不上，用不上了，对不对？不是常规武器，啊，瞎打是不是？什么都有，拳脚相加，没有武术的这一套。记清楚，记清楚就记着，今天就记着横膈膜式。唱完了，说完了，都是这样，说完了，回来了，来，这再说，记清楚，他们是帮着推，我们是帮着拉，记清楚啊！来，我们先练练声，我不知道你怎么练的啊，先哼鸣，啊，先把气，先放松了，把气吐完，就吸到后边，一吸气从这儿。头盖骨吸到尾巴骨，嗯，就这么个过程，继续直上直下，对吧？直上直下，声音是这样的，不要从这儿出来。哼鸣就是闭着嘴，你不能从这儿出来。歌星是这样的管子，声乐家看三叉管。我现在把嘴闭起来，是，张嘴是，啊，永远是通的。我即便是这个打开了，这也是通的，
不能把它关起来，歌星没有这一个管子，没有头腔共鸣，它直接是就像你唱一声啊啊啊啊，我们是叹气，你们是叹声，把声音叹出来，不对，以气代声，咪呀咪呀咪呀呀呀呀呀呀啊，下巴松，你有这么松啊，舌头松，哎，喉头松。首先要把手刹是松开嘛，手刹是松开，挂上档，发动着挂上档以后，转向灯一打，下边一个动作就是松手刹车，你们你的手刹车没松，这块都紧，下巴紧，后头紧，舌头紧，完了，咪嘛咪，吸着唱，咪嘛，吸着唱，像不倒翁一样，不能像个丈二的罗汉头重脚轻，要像不倒翁，怎么下边就是大。下面是大咪咪咪哎咪咪咪唱啊咪嘴巴来啊三个手指头里边放一个鸭蛋咪咪咪哎咪要有抖音哎咪不要咪声音不能忘水平唱要忘垂直唱哎咪咪看见没有咪没有经过头声我经过头声哎咪张嘴闭嘴咪要咪呀咪要要拍篮球要要呀要呀要呀声乐一定要唱到最坚定的地方就是头盖骨脊椎骨盆骨口盖骨这四个是最硬的地方听得懂吗口盖骨尸体整个都腐烂完了一百年过去就剩一个头盖骨扣楼知道吗它最硬一百年往牙齿这儿唱往 后脑勺这儿唱盆骨也是骨盆骨盆是拍篮球不能拍到棉花上不能拍到海绵垫上一定拍到木板地水泥地声音到了盆骨挡着再弹上记清楚了没有记清楚声音气横膈膜的气往下走垫到骨盆上骨盆是想接着气反弹你看看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F-15 它后边一定有个挡板挡着喷气所以在很短的一两百米就可以起航了如果没人玩完了一出去掉海里去了我们就是这个挡板知道吧这个记清楚了记清楚这点后边有个挡板就在这儿声音到这儿再弹起来一二听到我的声音没有我没有麦克风吧对吧所以我们是话剧演员歌剧演员没有风麦没有这个麦没有麦就没有麦克原汁原味不是大骨是大骨汤不是骨粉汤要记着要一个手拍一个篮球要呀咪嘛咪出声音咪啊哈把上口盖住哎呀拿两个挂肉的东西把这个上颚上唇等一下啊咪咪咪哎咪一出这儿就往上找哎咪就缠自己春蚕到死丝方尽声音一从这儿出来就从任脉到动脉再重新绕自己三圈哎咧大家听我的形象声音的形象是吧哎咧我没有急着出来咪哎咧我们是自然分娩不允许剖腹产这个孩子还没出来就出来了哎今天是黄道吉就拉出来不行正常分娩是最正常的听得懂吗还要卖还要喂母乳啊那什么奶粉都有毒啊只有母乳是最健康听得懂吗你从这儿啊然后像水的连纹一样声音的方向是四面八方你们是咪我的声音是啊咧我背对着你声音是一样因为我的全身都是一个音箱没有方向性你们是咪背着你就没有声音了记清楚四面八方水的涟漪这样啊首先把声音的形象很清楚地印到脑海里并不像一个射箭一样
像射子弹，不是，是什么？是强烈的地震，哪都摇啊！不光这一块摇，整个大地都在摇，铁牛翻身，地牛翻身了，听得懂吗？哎，对了，聪明人就好了。哎，咪咪咪，妈妈妈妈，出这声音啊！你要唱高八度，你唱过吗？要唱这个。对了，你从来都没唱过。你刚才给我录音，你只唱到小子一组的降 A， 现在是六，小子一组的六。你唱。阿妹，阿妹。对了，声音太闷了。阿妹，放开，在后边没错，在大声点。阿妹，但是妹，看加口腔了，口腔是松的嘛，没有这个栅栏门了。总统的通道，你还不能说，哎，请把驾照给我看看。总统车队，你敢检查谁的驾照？他的是都是绿色通道，在航管局也是这样。就是哎别哎妈听着通的唱通无阻。对了，我听你的声音。对了，你根本不是歌星，你是个女高音歌唱家，你要比殷秀梅长得还，殷秀梅我见过，个子比你矮到眉骨这，她很矮的个子，可以她唱过塞北的雪，对不对？你将来是当了声乐家再唱歌行，再看你现在有大卡车执照，你还不能开房车吗？当然可以啊，你拖曳车的驾照更能开房车，是不是道理？你不能说我是小房车，我去开拖挂车，那不行，那不，你不能倒着说。歌星不能唱声乐家的歌，声乐家可以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听得懂吗？不能倒着说。往下走，吸气没有？打哈欠没有？咪要咪要咪要要，嘴唇要往外撅，要呀要呀，看好，哎，跳，唱歌学问多着呢。一朝一事不能走天下，这还都被打败了。十八般武艺，还要是有忍者那个什么暗器，还有逃遁那个硫磺，噗一打，夜光弹，一光弹是吧？要迷迷迷，哎迷，哎迷迷。你听我的声音是哎迷迷，手拉着它，你出来，迷，低八度，高八度来，听到没有？来，对了，你不是没有高音，你不知道高音是什么样，来迷。对，很简单啊，这才是中音区。好，咪要咪呀，咪要呀，咪要呀，咪嘛咪。声音往下走，是定钉子，不是把钉子。哎，咪咪咪，老头往下打，妈妈妈妈妈，咪咪咪，哎咪。舌头放平，舌头挺直，来。对了，喉头要下降。看我的喉头在这儿，你看大家看我的喉头很明显，我一唱这个，和肩膀平了。哎，这个琴要放到架子上，看到没有？喉头就是一个乐器，要放到这个架子。哎，妈妈，一起来，一拜二见。妈妈。好，刚才都是低音区，现在到了中央西了，中音区到了。通的，咪要咪要，太难听，要呀要呀，咪要咪呀，咪嘛咪咪嘛，声音不能朝上朝下，忽前忽上，是咪嘛，都在一个点上啊，咪咪咪，看，这是一点刀，小子一组的刀，啊，哎你，哎妈。这是到了小子二组了啊，二组的刀一直到拐杖七，啊，现在小子二组，从小子一组的刀到小子二组，上面带点一个点的刀叫小子二组，记清楚吧？弹钢琴的人知道，两点刀叫小子三组，知道吧？是嗨喜，啊，捞喜下次带点的，就是小子组，就是下面带点的啊。哎妈，阿弥，哎妈，一拜谢。阿弥，阿妈。对，现在出来声音是对的，知道吧？也来的不早也不晚，早来了你还不认识我，啊，你还不愿意就范，还抓不着你。这叫哼鸣啊！你要哎要呀，你要里边打开，里边他全听了。你要你呀，你要你，你马一马，吹胡子瞪眼，眼睛瞪起，眉毛提起来。哎你，这个头皮。要学会剃头皮的，剃头皮就是把里头打开。咪咪咪，哎咪。
要在胸口这一下的。啊，胸口以下是中丹田和下丹田打架，不要和上丹田。我再跟你说，丹田分三个啊，从肚脐眼到盆骨叫下丹田，这一块是下丹田啊。从肚脐眼到心口窝叫中丹田，从心口窝一直到头顶叫上丹田。上丹田就是发音和共鸣的地方，胸腔共鸣、咽腔、鼻腔和声带在这里长头腔。我们今天所完成的任务就是从中丹田往下，下丹田往上，这样一个对垒。哎别别别啊啊啊啊，记清楚了，中丹田朝下，下丹田朝，对，就是往下走，就是感觉不是用力，不能说用力，是记着气往下走到肚脐眼上有一个回流，就哎别哎妈，出这声音哎妈，对，这声音就有的支点，这叫支点，这叫气息和呼吸的支点。声音也有支点，在哪里？在大椎，哎别哎妈啊，在这里形成，因为这是声带，这个地方就是声带，因为这声带在这里，这是个平衡线，气和声带在这里形成声音，往下接胸腔，往上接头腔，记清楚了吧？要把声音的路线搞清楚。啊，我们到南部走一高还走二高，有两个高速公路，还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咱说清楚了交通工具，总之是朝南走，知道了啊？好。咪呀咪呀咪呀呀呀！哎呀，记清楚，从心口窝往下。哎咪。走到盘骨再弹回来。哎咪哎啦。下去到骨盆，骨盆有一股力量往上走，咪咪咪，哎，看我声音松不松？哎，你说，对了，我的天哪，你英文歌从现在起三年之内别唱，对，漂亮，来，记得声音再这样，不要任何地方朝前伸，哎，找咽音，找咽音，来，再出一声。这注意声响，形象。过去的死刑犯，这么大个木板是不是插到后头？画个大猪红鼻，死刑立即执行。我们声音就这样。哎别！你记着，是这样，后头有个这么大个木板插进去，插到后头。哎别！记清楚啊！我这样说可能不雅，但是就是这个感觉，我就这。哎别！一个木板让你低头都低不了，因为他脖子也绑着，手也绑着，是吧？我闭着。来，一点半。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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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拍篮球。呀呀！哎哎哎！要出这声音啊！咪妈呀！都是松的啊！你那他那个舌头好可爱。你给我们朋友同学来动一动，来动一下，一拜气转过来，一拜气，来你偏叫我们看嘛，来一拜气，你动一下，来动一下，来，我不会，再来试，吐出来，你看他是动比蜥蜴动的还快，你记着我们不是舌头动，是看我头不动，是放松了甩头，不是甩舌头，看我是。头不动，舌头动。你现在是在舔盘子，舌头不能主动，要被动。是，包括下巴也是，像刷牙漱口一样，啊，咪咪咪，要有抖音啊，哎妈，出声音，对。要露出上齿来，哎妈，哎妈，哎妈，别！啊，你来，啊，别！把声音再轻一点，太浊了。哎，出来是男中音的声音，这样子太笨，声音太笨重。啊，你来，对，现在出来二，小字二组的一个点的二。你要你呀。鼻子要打开，口鼻要通。哎，咪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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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嘛咪嘛咪，这个臀部要往外走，要往上。咪咪咪，一百气。不要音量。
你你往下走，哎，梳头，哎别，啊，要这样子转，哎别，说唱。你是谱吧？你弹过钢琴吗？嗯。小子二组知道吧？一点四，一点四。因为钢琴88个键，你根本看不出哪个是哆。于是乎规定了，这是台北县，这是台北市，这是大陆，这是台湾，这是新加坡。今天吧，它有它的地域的，它就叫小字组。小字组是高音区，大字组是低音区，知道吧？说大字一组，大字二组，大字三组。大字有3个组，小字有4个组。组成了将近9个八度，8、9、7、12，再加上黑键，88个键，知道我的意思？好，慢慢说，我要现在跟你说，所谓嗨七就是小字三组的哆，2个点的哆，啊，我们现在再唱1个点的四，就叫 F， 小字二组的四 ，F， 阿贝，预备起。注音准，来，舌头往下，舌头有点高，舌头是平的，舌头是什么？就是在书里边加了一个枫叶，既不朝上，也不朝下，也不朝后，就是平平的夹在一本厚书的里边，就变成了。看我舌头很规矩，你不要动它，它就很规矩。你唱，对，我声音很娇嫩嘞。来，你来，往后走，贴着后脑勺走。对，漂亮，拍拍手。你一辈子，你的其他课是怎么学的？有没有这样练过？好，4点半啊，升 F， 4和5之间是大二度，中间有一个半音啊。往下走，预备起。往下走，对，气往下走，气往下走，二下是循环走。气是打卷的，声音就打卷，打卷叫抖音，他们叫抖音，我们叫颤音啊。你要用颤音就是柔弦，啊，别的。哎妈，哎呀，一百气。舌头放平啊，不但要放平，要顶着下压。哎妈，哎，一点不能帮忙。下巴也是不能帮一点忙，帮一点忙就卡住了，知道吧？好，五，小字二组的五，五字就是上五线，第五线，五线的筋啊。预备起。下有天堂，来，注意往下走啊！一说唱是，啊是吧？声音在下边，在胸口窝的下边，在臀部这儿。来，你来，再往下，你声音还在唱的，你最少在胸口，要在这里，在臀了，越往下越往歌，越往高处，位置越往下啊！再来一次，喉头没下来。喉头要拉下来，整个都往下走，再来一次。好，记得清楚啊！现在是降 A， 5点半，往下走，梳头。预备起，往后走，越往高音越轻松。听到我声音越来。没有真音和假音，没有民族唱法，没有美声唱法，也没有通俗唱法，也没有歌星唱法，也没有英文唱法，也没有台语唱法，也没有国语唱法，只有一个唱法，就是
意大利的美声唱法，就是科学的唱法，正确的唱法，没有分什么。所谓高音不是真假声的转换，也不是真音假音，是共鸣腔体的转换，知道吧？就是我们低速档的时候用一档二档，中速档是用三档四档，到高速档的时候，像保时捷、法拉利都是有七个档，用六档、七档、五档，听得懂吗？是变速箱的变，并不是发动机的变速，并不是要呜呜呜弄到两万转，就直接就缩缸了。啊，是要靠变速箱，我们的共鸣腔就是变速箱，变速箱，一档、二档，一直到七档，听得懂吗？啊，这清楚。好，我们唱六，六是给，往下走。放松。一百气。声音不能横着走，要。要上下了。你试试看。对了，有了，这堂课有了。你可以毕业了，就照这个小声音，你终于收声了，先收声，高音就出来了，一大声，釜底抽薪，不是在加火，在加油，是。你来，很小声的。对了，就这个声音，对对，但是你在这儿，在这儿就好。在这里，在后臀部。一到这儿就上不上去了，来试试看，再来一下，小声，再，哎，就这个声再高一点点。对了，但是你这儿又那个哈，那下到这儿拆下来，放后头。他是第八堂课了，哈哈，好，降 B， 六点半，也是一样，越到高音越松，越往下。声音吗？没有变，没有变，也不加力，反倒越来越省力。用高速的，预备起。很小声吹着，哎，有一点像，再小一点声音。是很紧哈，因为你一唱脸就红，是气往下，气往上了，脸就红了。啊，就把血堵到这儿。你看我唱歌，面不改色，心不跳，是不是、啊、没有任何筋？而且你听到我吸气没有声音，我已经吸了，因为我从这里吸，你不能，这就有声音了啊！你吸气，直接从这儿吸，直接冷空气、脏空气，没有经过空气滤清器，我们的鼻窦就是空气滤清器。去预热，去过滤脏空气，啊，你没有，直接就从这儿吸气，冲击声带。好，七。首先每天都要听到这个形象，做不到没关系，听听这个声音。一百气。把这个声音改成下面，马上就是漂亮的声音啊！有，你是个女高音，一看，认可全世界只要懂声乐，一看你就是女高音，而且是戏剧女高音，了不起的女高音，长得圆圆滚滚的那个头型啊，漂亮，大鼻子，大嘴巴，漂不漂亮？她的漂亮就是我们认为的漂亮，并不是说是那个美女像那个林黛玉那个苦命的样子，那个算命三十多岁就死了，哈哈，你是不得了，你是那个是吧？一切胸腔共鸣。整个的头长得像鹅蛋型，知道吗？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万个人挑不出这个脸型来。你不像你名传没有第二个长你这样，长你把它领来。还行，小子三组，还是就在尾巴骨拉着尾巴骨唱。还行要怎么唱？要这样唱，大家看，把这尾巴拉着，四肢就起来，就这个声音。我唱声音小不小？声音很，力量很小，但是功率很大。
是不是太急？来出，出个声音来。出。对了，看着，都放松，找哪都没有用，吃吃罢饭。玩。松不松？很松，请坐。来。